家好，我是林德彦。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早上的9:52，加权指数跌111点，那整个全球股市全倒，全球股市在礼拜五的时候已经全倒了。礼拜五的德国跌251点，法国也跌了1.59%，美国道琼跌196点，费城半导体跌了2.4%，这根棒子一下去哈，几乎已经没救了啊，几乎已经是没救了。我不在危言耸听，也不在吓你哦，你自己要有危机意识。美国目前还是最强的哦，可是背离已经出现了，死亡交叉加上背离，这已经80%了，这么不会下去啊哈。费城半导体即将破长红棒的低点。这个死亡交叉都出来了，那到底什么原因让欧美股市整个崩跌下来？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原因哦。土耳其的货币里拉崩盘，礼拜五一天跌了15%，那今年以来已经跌了快一倍了。里拉的崩盘啊，同时让美国在礼拜五也拉高土耳其进口的钢铁关税，一下子拉高50%，那同时也提高俄罗斯的关税，所以俄罗斯的股市在礼拜五也是大跌了3%，那让全球股市全部都趴下来。我跟你讲啊，美国这样做他自己也逃不掉了。今天亚洲股市一开盘之后，南韩跌1%，日本目前跌300点，香港跌431点，香港要破低了哦，啊，香港快要破低了，这死亡交叉又快要出现了。那大陆股市当然也无法置身于外，只是大陆股市本来基期就比较低，所以相对比较抗跌，目前跌 0.7%。台北股市相对位阶在比较高档，建议破下来之后，平台10900点跌破了。我上半一直讲，连续16天都在箱型里面，不可能走永远，提防方向的出现。我顶礼拜有讲过啊。25天要行完呢，25天快跌完了。前面一波下跌，在这一天是第25天，可是最低点是在这一天，真正低点是在这一天。来，我们来算哈，我们以最低点来算，这一天25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，有看到？25天，跌顶礼拜四，上礼拜三、上礼拜四。整个25天就画下句点了，所以顶礼拜我一直等你提醒，我说快要结束了，快要结束了，因为从最低点，因为最低点出来这一天，以这一天算上来的25天，其实在礼拜四已经结束掉了，所以就提醒你们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唔好赔赔。你看今天全部崩跌下来啊，全球股市都一样，台北股市当然也无法幸免。上个礼拜政府一直在撑金融股。上礼拜是政府在撑金融股，啊，像你看上礼拜政府撑的元大金，啊，今天也下来了。今天金融股也似乎有快撑不住的味道。上礼拜外资还在撑台积电，台积电今天也受不了了，啊，也下来了。所以跟大家讲过，这个地方你要做两个极端，你要买没关系，买底部的绩优股，同时空高档的绩差股。你看我101亚尼，哦，台尼今天还是大涨，因为财报发布出来很漂亮。102亚尼今天也是很强，今天亚尼又创新高，哦，今天亚尼又创新高。你看6462神盾，今天是跌没有错，哦，今天跌是没有错，哦，可是跌下来反正是好机会，神盾有下来其实是好机会的，也可以注意。那6180的橘子，哦，今天也是很强势。2408，哦，南亚科，哦，这个被打下来，没办法，因为盘太差了，哦，可是你有空单的保护，正波欧北台阶哦，这个低点快要出现了哦，我在等它低点的出现，有些股票下去就准备见低点的，哦，南亚科这个下去准备见低点的，所以你有多为什么要有多有空，用空单来保护你的多单嘛。有些好股票目前在往下筑底，你用空单去保护它，用空单的利润去保护它的风险，等到跌完之后空单回补，多单再加码让它一起上来，
好，可是有些股票刚开始跌，你就不能这样做哦。你看橘子财报发布很好，宝成这里跌也跌不多，因为本来就在低档。对，三四八一群创，这嘛无三堂波，二四零九友达嘛无三堂波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过，你看最近外资的布局都是在一些安全型的股票、底部的股票、离净值很远的个股。这种股票它没有什么风险，啊，它没有什么风险，啊，可是高档的，啊，高档的，你看我五五三四长虹，这也是跌不下来啊，有没有？你还是跌不下来啊，因为业绩很好，今年一股至少15块钱。你看大家七十几块买，我到现在都还不卖。我一张赚20块钱呢，我让一张都不卖，因为北比还很低。但这种股票毕竟还是比较少，你要买你要去找类似这种的，业绩很好，股价在底部的，哦，就有六边惊。可是整个大盘趋势是要往下的，你一定要有空单的保护。你看我放空的股票，你看我放空的股票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，我讲那么多空单的个股。今天被动元件还是继续跌，今天被动元件还是继续跌，被动元件今天还是继续跌，飞腾跌停板。你看我空单的个股，我这里就给空单的，阳明光已经剩120了，新巨科就可以买上空啊，财报一发布果然是亏损。哦，第二季亏损8毛钱，这个头部已经做出来了，既要宽短起来，新巨科啊，哦，也是档可以空的股票，汉磊哦破30元了，你看我们是咱细的细抠空诶，咱细在了40块钱空的，已经破30了，淳安财报发布果然上半年只有0.03，一开就跌停板，我专门空笼业绩很烂。股价人为数炒太高的，对，淳安这种有上来也都可以空。你看汇赚科在加速破底，哇，不得不会空哎，玲珑怎样？你要随时空随便空都可以赚钱的，对，美食也越来越低，好，哦，宣德，我们是62块钱空的，今天破新低，剩53，有在加速下跌的味道，位数已经快跌停板了，位数你们更清楚哦。我70块钱空的，财报还没发布哦。我们强棒出击60块钱推荐放空，现在存50块啊。对，富鼎除权被强迫回补，55空，48被强迫回补，没办法，还是继续跌哈，哦。你看精彩啊，哦，也是越来越低了。我63块钱、62、60都在空。现在已经剩下多少？剩56而已。我跟你讲，这个54如果破的话，哎，崩了哦，很有可能会破哦，啊，极有可能会破哦，小心哦。我们都空笼业绩很烂的，股价太贵的，这个都太贵了。你看全新上半年只有1.3块而已，凭什么股价在90几？啊，直到跌了一波之后，指标在低档，夹在碎，慢慢的还是会再下去。所以你们可以不要乱买哦。新通啊，你看我新通34块钱空的，也在加速跌。对，松钢得高低啊，第九支跌停板了。你看它的融资，你看松钢融资。松钢融资现在都还有1600多张啊，我们在放空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在放空的时候融资有2000多张啊，我们在这两天放空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在这两天放空的时候融资有2000多张的融资啊，2000多张融资要借都很好借啊，现在第9支跌停板了。嘉玲啊，嘉玲大家都知道我60块钱空的，很多老师都在推荐嘉玲，帮落去。上半年只有多少？只有3毛钱而已。你刚刚3到5年，你还动得掉？所以帮落去啊！很多老师在做多，唯独林和燕在做空，谁对？啊，谁对？
对，联德开始加速跌了。我们上礼拜五 VIP 在空联德，空230的，啊，空230跟232的，开始在加速跌了。这个要注意哦，这个要注意哦，这个半年报只有三毛钱而已，股价还在啊，还在快60的地方。所以其实还有很多那种业绩很烂的，这里的操作你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有空单的保护。我们现在手中空单，我大概算了一下哈，已经11档，已经10扛多啊，在平均在各等级会员手中，用空单啊来维持这段行情下跌的一个获利，必要的啦。因为股票操作本来就是会涨会跌嘛，你不能一味的只是在压涨，你要有跌的风险意识嘛。当行情要跌，你还是可以赚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放空就能够赚钱嘛。你看我大家空单，我专门空那种业绩最烂的、股价太高的，今天全部暴跌，啊，今天全部暴跌。如果还有机会再放空的话，我一样会继续带会员空。这个行情小心哦，我刚跟大家谈过，25天的循环，25天的循环才刚结束而已哦，爱睡你哦。下午的节目我会跟大家谈更多的内容，啊，想要跟上我们脚步一起做放空的，我们的副专线02-2392-3988，02-2392-3988，我们下午见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